还是什么？啊、你是有要脱衣服？没有吗？你不是说没有超过多少会那个？我只是觉得我讨厌了一下。我昨天在北京是说，如果我在内地破500,000张的话，我要穿格格装跳舞。哦，格格装啊。那如果呢，在台湾如果真的有破到我的梦想数字150,000以上的话呢，第一个给大家挑选穿女装跳爱的装秀，跟穿达人的衣服穿达人的衣服跳爱的装秀。也有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特别的。其实我们几个要突破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连那个天鹅装都穿过。对，我们几个天鹅装都穿过，所以女装我们泳装吧。对，3.4。在节目已经把所有尺度都做了。对，我们的门槛定得很高，目前还没露点了吧？目前还没露点。对对，差一点。你已经露完，你没有价值了。谢谢大家。你增加值。你那个就是什么？你那个签名会啊，不是都会定一个什么三张，然后拍照5张，抱抱10张，哎，10张干嘛？是有这个。敖犬在画的。是我啊。说敖犬，你先买10张来做给大家看，就知道干嘛了。我们有点想要学习这个，学你这招啊，因为好像可以卖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我们其实我们之前就听说过他这一招，那想说如果学他又没有创意，那我们也今年会发专辑嘛，那我觉得我们想一个比较增加销售的，好，更厉害的，比如说3张可以干嘛？小玉，3张可以亲脸颊，哇哇，你要玩这么大、哦？再说，我们这样4个人份哇，那光是如果一天的签唱会，我们都要签到隔天了。对，没关系，签越多越好。我们会想一个奇招给大家。嗯、对对对。